朋友们，我们呢现在要说去医院里看一下这个家公啊。然后我们表弟他们今晚上我们全部约好，今晚一起去的。他们呢走在前面了啊，我现在后面赶过去。出发去看舅公去了，阿斌他们在后面。就是我们帅气的表弟啊。我们先啊。咋不是呢？就是这儿。我们先上去，阿斌他们还在后面，他们在另外一个车子上。拿给五舅公看下噻，嘿。哎，看珠子哦，看嘛。珠珠，快来！喊珠珠，喊珠珠，乖乖。我们现在到医院了，朋友们。阿明他终于来了，但他这个发型我是真的服了。上夜班，多少场？上班，现在上班。该走的都走得了，九点半了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大家休息，明天来。嗯嗯。医生来查房了。先那个动手术啊，看那个。我晚上是负责急诊了解病情，问陈梅陈医生。哦，要问陈梅噻。哎，梅。哦，不客气啊。啊，对了。今天来了就问。我来一个就问。这个病就有啥子？什么情况？你要等到他们查完房，啊，他那儿就有空。嗯，早上他查房。原来你说我这儿住进院了，一啥子都不懂，究竟这个人是咋个这个情况？你们跟我先跟我们说一下，对，跟我说哈，我们要了解。你们这边有啥子进展，还是跟我说哈，嘎？说他有啥子贫血，晓不嘛？没嘛？得那些没得，本来他也没得那些嘛。现在已经九点半了，刚才医生也说九点半以后就可以走了，然后让病人休息。啊，走啊！辛苦你们几个，你们几个，这个医院是老火噶，看到了。嗯，走是走。你在这睡，我睡前，今天跟阿公来帮忙去了。走，那就走了。他们两个在这儿，你就过去去噻。你过去去，不是才又过来嘛？走吧，拜拜。要得，拜拜。我们也回去了。